面还没讲清楚，我再讲一下啊。这两边啊，我们左右两边，这个呢就是1929年世博会的那个地方，但是然后前面是有喷水的，看到吗？有一个喷泉，椭圆形的。那我现在开到这个上面，它的旁边，然后呢，我给大家走一走这里啊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就这里面，这上面的就是银行的会标。这个银行过去萨马兰奇就是这家银行的股东之一。